好，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要上认识笔画课。那小朋友们拿认识笔画书，然后打开第24页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做练习，小朋友们可以准备彩色笔哦。那老师要我们一起读哦。斜勾，斜勾。那老师要问一下，哪一个是斜勾呢？是这个是吗？那我们把我们拿彩色笔，然后把它涂上颜色哦。把它涂上颜色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的哦。来，一起跟老师读哦。撇点，撇点。那哪一个是撇点呢？是这个是吗？那我们把撇点涂上颜色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的，来跟着老师一起读。横折钩，横折钩。好，那这里这个是横折钩是吗？那我们把横折钩涂上颜色哦。好，我们看旁边的，来一起跟老师读。竖弯钩，竖弯钩。那这个是竖弯钩哦，那我们把竖弯钩涂上颜色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，来跟着老师一起读哦。横折弯钩，横折弯钩。那哪一个是横折弯钩呢？这个是吗？好，对了，那我们把它涂上颜色。最后一个了，来跟着老师一起读。竖折折钩，竖折折钩。那老师要问哪一个是竖折折钩呢？是这个是吗？那来，我们把它涂上颜色。这里小朋友们都很棒，那我们的练习做到这里，小朋友们在家要多记得做哦，小朋友们加油。